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鹿野苑哈达美克佛塔啊。那么，其实到鹿野苑最印象最深刻，是不是就是达美克佛塔哈？非常的高大啊。那这个是比较早期，可以看到有比丘、有佛塔啊，还有呢就是阿育王石柱。当说阿育王早期，阿育王石柱是散落在外面哈，不知道它的可贵。啊，那其实呢，后来就把它存在什么这个亭子里面啊，亭子里头。那我们去的人都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都懂得怎么去照相哈、啊。所以后来就收藏在这里面啊，所以这是鹿野苑。那么在这边绕塔，哦、啊，是非常大的。啊，远看不觉得哈，近看跟人做了比例就会知道它是非常大，上面也有很多的浮雕，啊，那在旁边哈、啊，这里这个也就是佛陀度五比丘，啊，那这里有一个五比丘迎佛塔，啊，也是在吉多王朝，本来是覆钵形的，后来改成八角形，啊，所谓覆钵形就是它圆的，有没有？钵是不是圆的？覆过来就表示怎样？过世了，不用再托钵了，是不是？所以叫覆钵啊、哦。原来是覆钵形的塔，后来又改成什么八角形？这个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做的啊、哦。那当时候因为这五比丘五个侍者他跑掉的时候啊、哦，远远看着佛陀过他的主人过来，他们五比丘本来说、哦、我们不要理他，因为他已经退道了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佛陀慢慢慢慢走到他面前，结果他们想不理都很困难了。啊，哦，因为那个真的是威德所摄了，哦，自然呢就顶礼下去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摄受力哈、哦，不是透过语言文字能够表达，也不是透过这个外向看的啊、哦，有办法去拒绝。所以他们这五比丘就真的就顶礼膜拜下去了，啊、哦，所以呢就在这里啊、哦、做了一个五比丘迎佛塔啊、哦，做这样的一个纪念呢、啊，哦。五比丘的迎佛的之处啊，那在鹿野苑那里，我们说这个阿育王石柱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被挖掘出来哈、啊，这两件呢可以说是鹿野苑的镇馆之宝。啊，鹿野苑的石柱啊，石柱头，那么是非常重要的哈、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就会知道它的重要性，对不对？啊，下一回我们看到那个印度币的时候，就会再多看它两眼。啊、哦，好，那这个就是阿育王石柱的那个已经毁损掉的哈、哦，那但是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这里哈、哦，因为阿育王呢他也很注重啊、哦，希望能够鼓励出家人还是要修行守戒的啊、哦，如果破坏戒律的话呢，必将他们驱离鹿野苑。这上面写的文字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哦。那么就是放在这个亭子里面，啊，那这里还有个法王塔的遗址，啊，法王塔，啊，佛陀呢就在这个法王塔这个地方呢说了无常经，啊，说无常经，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小的佛塔的这个塔柱，啊，那这里有一个鹿野苑考古美术馆。啊、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里面就是放了刚才的那个鹿野那个阿育王石柱的柱头之外，这里也有一个镇馆之宝啊、哦，这个是吉多王朝啊、哦、最典型的吉多王朝的这个佛教美术品啊、哦。那么吉多呢，它是完全没有衣褶的啊、哦，后面呢头光呢啊、哦、会有这种很华丽的这个啊花卉纹。啊，上面有飞天，啊，上面有胖的飞天哦，胖的飞天一样会飞哈、啊，主要它是会飞的，只是啊，以印度来讲，他们喜欢胖胖的哈、啊。那这个叫转法轮印，啊，转法轮印。那这个下头呢，这有两只鹿，不知道看得出来吗？啊，那这个是法轮，它这法轮不是看到圆的这个部分，而是怎样转九十度角。转了一个九十度角的法轮，啊，
那这上面应该有五比丘，对不对？就我们算一下，一二三四五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供养人，再拉一个小孩子进来，总共七个人。啊、嗯，那这件哈、哦，真的在博物馆哈、哦、是镇馆之宝啊。啊，看着真的都会肃然起敬哈、哦，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所以我们就引了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啊、哦，说威仪极静，佛光晃耀啊、哦，豪寒玉彩，深真金色。哦，是非常好的一座啊、哦，这个佛教美术的这个佛像，啊、哦，非常典型的极多佳作。那旁边呢也有这个叫斯里兰卡的这个寺院，哦，这是斯里兰卡型的，这里头，那么在当地也很多仿制品，小件的啊、哦，到处在卖的，就是，那这个是旁边这个斯里兰卡庙里面的，哦，就不大一样了，对不对？哦，安了金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哦，它旁边的这个寺院，哦，因为在这个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佛陀跟五比丘第一次结下，因为人间的三宝首次的出现，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啊？啊，那这是斯里兰卡的寺院啊，啊，上面有很多的壁画，啊，有降魔成道的壁画，啊，佛陀要成道之前，是不是有很多的魔王带着魔兵魔将要来怎样威胁利诱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佛传的故事，哦。好，那么我们来到了王舍城，叫做灵山之会，啊，灵山之会在《杂阿含经》里面就讲，无上之导师啊，住那伽山侧啊，啊，千比丘眷属奉侍于如来，啊，也等于是在这个王舍城里头啊，那么有很多的佛弟子啊来奉侍佛陀，那、啊。大师广说法，清凉涅槃道，哦，专听清净法正觉之所说，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说佛陀所要宣说的，是不是就是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啊？哦，来让我们能够证得清净，啊、哦，极净的这个涅槃嘛，涅槃极净，清凉极净，所以这个叫做清净法，而且是透过正觉才能够显现的，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王舍城本身哈、啊，因为它又叫做灵鹫山，所以叫灵山之会啊，啊，灵山之会。好，那这个王舍城在这边，啊，在南方，它属于南方的什么弘法重镇，有别于北方是什么舍卫城、奇树集、孤独园，有没有？我们《阿弥陀经》里头是不是经常出现的啊？那王舍城在属于南方的哈、啊，王舍城啊。所以王舍城呢，它是摩羯陀国的国都，啊，这边的国王，啊，是这个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哈、啊，那他的父亲父王就是什么频婆沙罗王，对不对？那因为佛陀的堂兄弟有没有啊？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不是曾经在佛陀晚年的时候跟他要那个要什么要僧众有没有？说你年纪大了，我帮你怎样来管理僧团？佛陀说，不是我在管理僧团啊，是法，对不对？是因为法而摄众嘛，啊、哦，所以佛陀并没有同意。那这个提婆达多呢，就去联系的这个阿舍世王，啊，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一起来把佛陀跟你的父王全部推倒，我们来做，你做新王，我做新佛。哦，这个真的，提婆达多他是不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重的、哦、出佛身血啊？啊，真的后来他是堕地狱道的。好、啊，那这阿舍世王呢，他为了要去实践他要做新王，所以他就想把他的父王给害死。啊，所以呢，他就是把父王关到牢狱里头去，有没有？啊，那么不给他吃东西，希望把他饿死。但是没想到他的母后，啊，每天去看望他的时候就。携带了什么蜜涂在身上，然后去给他啊保的维持了他的生命，所以关了好久都没死，他儿子就觉得太奇怪了，才发现说哦原来是他妈妈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啊，会觉得自己的儿子怎么会想要害死他的父亲呢 啊所以呢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他就会从这个
啊，他们有一个关那个的监狱里头哈、啊，去望着这个灵鹫山啊，那么来祈求佛陀说，这个世间怎么这么苦啊？啊，苦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佛陀呢就教他要怎样，要念佛，啊，有个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这么苦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观无量寿经》的来着，这个来源有没有？啊，所以呢，他这里有一个牢狱的遗迹，啊，牢狱的遗迹，然后看过去啊，那么在灵鹫山这边，佛陀在灵鹫山说法嘛，啊，那教这个。啊，就等于是教这个奥舍，教那个频婆沙罗王跟他的母后，啊，跟皇后啊，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啊，频婆沙罗王还在，啊，那这个等于是透过这个无量寿经哈、啊，那么来解脱他们的苦哈、啊，所以呢，这也是灵鹫山。那我们一般呢，大概会搭缆车先上去这里，日本。啊，日本的这里有一个也造了一个佛塔啊，从这个地方下来，啊，不然的话爬这里也是可以的了哈、啊。这里也有一个频婆沙罗王道，啊，因为频婆沙罗王其实是非常护持佛陀的，哦、啊，好、啊，所以这是王舍城啊。那么佛经里面就称这里为灵山或者叫灵鹫山啊。那么佛陀的时代呢，这王舍城是非常的繁荣哈，而且以文化为中心，闻名遐迩。啊，那么，频婆沙罗王哈、啊，听到佛陀成等正觉，也常常到王舍城来啊，听佛陀宣说佛法。啊，所以呢，王舍城会是世尊南方的这个传教中心呢。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不只是佛陀，其实很多的外道鬼神也都在这一带。啊、哦，那这个就是奥舍世王他关闭他的父王频婆沙罗王的那个监狱的遗址，啊、哦，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妈妈有多苦啊，对不对？自己的儿子竟然要杀死他的父亲，哈、哦。所以呢，这个他的母后也就是韦提希夫人嘛，啊、哦，韦提希夫人他就是用了密去那个，所以。佛陀就告诉他啊，有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用十六观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观无量寿经》的什么缘起啊，《观无量寿经》的缘起啊。后来其实频婆那个奥舍世王，当他父王死的时候，正好是他的儿子，他等于父王的孙子出生了哈、啊。那么后来其实这个奥舍世王也很后悔哈、啊，因为他发现说。当他有儿子的时候，他多么爱他的儿子啊、哦！他才问他的母后说：“以前父亲是这么样子的爱我吗？”啊，儿子常常很难去体会父亲怎么爱他，但是等到他自己是父亲，是不是他就懂得要去爱他的儿子啊？哦，所以呢，那个他的母亲哈、哦，韦提希夫人就告诉他说。以前呢、啊，你这个生病的时候哈、啊，这个手指头长了疮，你的父亲还去把那个脓疮把它吸出来，不怕脏，不怕苦啊，啊、哦，所以他听了，其实他也起了懊悔的心，他也觉得说他不应该害死他的父王，哦，后来又有那个御医啊，啊，又度化了他，所以呢，其实后来奥舍世王反而支持了第一次的结集。在七叶窟，七叶窟也就在王舍城的旁边，哈、哦，所以这个后面也会讲到哈、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奥舍世王的这个塔，哈、哦，奥舍世王塔，哦，那这是那个监狱的这个地方，好，那在那里呢有一个御医叫齐婆，啊、哦，他也在这里建设了所谓的齐婆的芒果园精舍，啊、哦，那也因为齐婆去度了奥舍世王。啊，奥舍世王也因为他弑父而感到不安呢、啊，啊，由齐婆来劝导他而皈依了世尊，后来也成为佛教的这个护持者，啊，尤其是护持了第一次的结集七叶窟的结集哈、啊，啊，所以呢，会有第一次的七叶窟的结集，也因为奥舍世王的这个护持啊，在那边结集出这个经典哈，啊《阿含经》跟《律典》，啊。欧含经跟律典也在这个地方啊，所结集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七叶窟的前面啊。当然，七叶窟有几个说法，一个
就是它那里的这个叶子，它是七片的哈，七叶了啊。好，那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这边前面已经崩塌了，应该这里是一个大广场，因为在这里要集合500阿罗汉在这边做第一次的解禁，这里面是可以住的，啊，人是可以住到这山洞里面去。好，那么我们那天早上一早哈，从下面出发，啊，从下面出发，然后就一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爬到这里，啊，那第一站呢就会到了这个大迦摄的修行窟的顶上面，这是大迦摄修行窟，啊，在这边看下来。啊，那大迦摄他本身是一个苦恨的头陀恨者，有没有？啊，他是非常的孤僻的，啊，所以呢，他喜欢，啊，这个离群所居，啊，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记，啊，他说：“迦摄托钵归啊，独自上山头，哈，啊，身心无恐怖，清净修禅观。”他是不是乐在其中啊？啊，山深无人迹啊，野兽常聚集，啊，群鸟齐飞翔翱翔，我心常欢喜。啊，他喜欢离群所居，所以他就安然自得，所以他人当自独自居，不宜与群聚，他就不喜欢跟大家住在一起，啊，孤僻的不得了的，啊，群聚心烦乱呐，啊，难得清净智，啊，说他应酬在人间呐，啊，疲累亦无益，啊，既知如此意了，啊，不喜与人居，啊，这是看到他很头陀恨的那个典型啊。啊，那这个呢要跟什么阿难的心境来做个比较，阿难不是这样的人，啊，那个比较属于菩萨道恨的人，啊，比较会在群众当中，啊，好，那这是七叶窟的地方，啊，等于这个过程当中，啊，看到了有大迦摄的洞窟，然后有七叶窟，啊，那这个洞其实蛮大的，都可以进去的，哦，可以住到里面去的，哦，这个是可以住里头，哦，好，那再上去呢就是所谓的灵鹫山，哦，那么经典里面常讲奇奢瘸山，也就是灵鹫山，那佛陀在灵鹫山所宣说的就是大般若经，哦，妙法莲华经，无量义经，哦，佛说法华三昧经，哦，有这些经典啊，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总表里头是不是都有这些经啊，不然的话讲了几个经之后又换了几个地点，大家就全乱掉了，啊，所以呢在这里讲经以外啊，那么就是提婆达多是不是也在这里多次想要害佛啊，啊，不仅要跟他索众，并且过程常常害佛，他如何害佛呢？他推时压佛，狂向害佛，啊，跟佛陀的宿世因缘不佳啊，啊，所以呢常常来考验佛陀啊，那佛陀涅槃以后啊，也是涅槃之后呢，那么做了第一次的结集啊，由大迦摄呢他是大弟子来发起的啊，那当时我们去这个搭缆车啊，往这个灵鹫山去啊，先搭缆车，现在比较方便，那搭缆车平常都是挤得不得了，不知道排队排多久，那天空空无人，对吧，非常方便啊，就是上去了啊，上到这个日本啊，日本塔，日本的和平塔啊，那这个塔其实也跟桑岐的塔啊有同样的结构啊，有塔基、塔身、平头、伞盖啊，那日本人很厉害，就是他就是去建这样的塔非常的明显啊，反而我们北传中国台湾啊这最少了哈，没什么在那边有什么建树哈，所以这个叫做日本山妙法寺啊，日本的这个寺院，然后从山上再走下去比较轻松一点了哈，所以会经过灵山桥啊，然后再经过这个修行的洞窟。啊，刚才大迦摄的是在最下面，这个都已经到比较上面的地方哈，啊。这里有个阿难的修行洞，阿难就在这里修行，他也做了一个记，他说：“昔日好友事啊，心有不随伴，啊，而今只与我独坐修禅观啊，觉观，如鸟困笼中，又遇雨绵绵。”他是不是比较感性啊？
尤其我们说佛陀的双贤弟子就是舍利弗跟什么目犍连，先佛而去啊，比佛陀还早入涅槃。所以只剩下阿难一个人呢，他非常的孤寂啊。所以他说昔日好友是指的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那新来的尤其那些小比丘们也不知道他是长老啊什么的，曾经他也曾经听到那些比丘在传诵经典的过程当中是有错误的，他也去纠正了。结果这些新来的比丘呢因为不认得他是长老尊者呢，他就说哎你不知道啦，我们就是这样啦，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听了他觉得说啊那什么那嘎就会觉得想要入涅槃了，他也起了这种心。所以他其实也都在他在那个毗舍离那个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会很感叹昔日好友是心友又不随伴不听他的，想要指导嘛也要看人家接受不接受既然人家不接受的话呢，他就只好自己好好修吧所以他会觉得好像如鸟困笼中啊，又欲语绵绵啊。听说阿难在这里禅修有一次风雨交加非常恐怖，他自己也起了恐惧的心，竟然佛陀的手就从这个石头缝里面伸出来摸摸他的头安慰他实在也不可思议所以呢阿难他比较属于那个菩萨恨的人所以他的那个感性的成分也比较强一点好，那这里也有舍利弗的一个修行洞，所以我们说其实他们在早期修行常常就是找一个山洞然后就在里头这是舍利弗的修行洞我们在这边那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因为他常常在害佛甚至呢他还会设计什么莲华色比丘殴打莲华色比丘甚至也会去用种种的方式来怎样陷害佛陀推时害佛有没有，所以我们去那里就可以想象我们在走的时候就类似这样，旁边都是大石头，然后我们想象佛陀他当然是最前面的一位，带着一群他的佛弟子有没有，经过这里的时候提婆达多就从山顶上呢就把这个石头推下来想要来害死佛陀，结果都没有得逞那用狂象要想把佛陀撞死呢也没有得逞，因为那个狂象到了佛陀的面前就赶快刹车然后就跪下去了他不可能去撞佛陀，因为佛陀的那个德恨所感连狂象都没办法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图也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我们也可以想象好，那到了灵鹫山它山顶呢就如同什么灵鹫鸟，像不像灵鹫鸟啊？很像，其实这个很小我们本来会以为很大以前没去过也会觉得以为不知道这个灵鹫山有多大，其实它是这么小的那这个也是这好像一只狮子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个下面过就像刚才那个画一样到了这个灵鹫山的这个说法台，其实也不大所以我们等于是从这个地方这样绕然后到了前面这里那这里有这个所谓的拈花微笑嘛那这个就是说法台说法台说法台经常会有比丘们在那里我们到了那边也去绕塔也是合影那王舍城这里除了灵鹫山面的说法台之外呢就是还有个竹林精舍那竹林精舍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佛陀在竹林精舍收了两位弟子，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这是不是双贤弟子啊，很重要的只不过可惜的他们在佛陀之前就先证涅槃所以呢阿难那么只剩阿难服侍佛陀嘛所以当佛陀涅槃之后，大迦舍常常会为难阿难因为他已经没伴了所以
一方面办哦，一方面呢，这个因为大家社呢，他是头陀横，他又很讨厌女众，那个在女众的缘分很不好哦，因为他很严厉啊。那阿难呢，他又对女众又特别，一方面佛陀愿意收女众，是不是因为阿难去说服的、啊？佛陀本来不收的哈、哦，那也是阿难去说服。还有呢，佛陀涅槃的时候，啊、哦，女众来这个瞻仰佛陀，啊、哦，那么他让女众在前面，这个也让大家是很生气啊、哦，因为他们的那个伦理是不是很清楚，一定要比丘才比丘尼啊，啊、哦。那个比丘尼怎么可能跑到比丘前面呢、啊？啊、哦，但是阿难说，其实因为他怕女众呢，这个太晚回去啊，下山危险啊，啊，因为在那当时候呢，女众是很受到歧视的。如果他们在那边排队排好久好久，然后很晚很晚回去，他们那里可没得在那边借住一晚呢。他晚上啊，天黑以前要赶快怎样，要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赶紧让女众排在先。男众在后是不是比较没关系啊？啊，比较不怕危险嘛。所以他这个处处其实都是一份什么菩萨的心哈、啊。那么也经常被大家社所流难的一个哈、啊。好，那其实佛陀呢，当时候哈、啊、有这双贤弟子哈、啊。那么在这个弘法的哈、啊、这个说法的过程，是不是也获得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呢，在这个竹林精舍哈，佛陀也曾经讲了《持世经》《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佛说转有经》《佛说波州三昧经》，啊，《持人菩萨经》啊，这个《思阿昧经》，还有《佛说大方等修多罗王经》，都是佛陀在竹林精舍里面所说的，啊，所以呢，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有舍利佛跟目犍连的皈依，啊，所以。他们一带也是带了250个人，啊，所以《阿弥陀经》上面是不是马上就讲1250人了？三家社就带了1000人，再加上，啊，舍利弗跟目犍连又250人。在这个之前，啊，其实那个已经先度了将近50个了，啊，所以呢，总说就大概1250人，啊，所以呢，这个也很早就形成的哈。啊，好，这就是竹林精舍哈、哦，这有个大水池啊、哦，听说以前比丘们就在这里洗澡，呵呵，这个很难想象啊、哦，就是可以想象了哈、哦，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哈、哦，也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啊、哦，环境非常的好，好、哦，我们也在这边做早课。啊、哦，竹林精舍啊、哦，在这边绕这个水池。啊、哦，这里有很多的竹林，啊，周边也一样，有很多的这个印度人就会来乞讨。那在这里呢，啊，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嘛，哈、哦，有很多的，在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哈、啊，之外就是有很多的外道，啊，也在这里。那么，所以那个王舍城那里，哈、啊，也流行一句，也有一个故事，哈、啊，说有一个这个鬼子母啊，啊，他的名字叫做欢喜，由于他前世被两位王舍城的青年所害，所以他就遭到流产的命运，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毒愿，说他来世要把王舍城的所有的小孩子把他通通吃掉，哦，所以呢，他每到月圆的时候，王舍城的小孩就离奇失踪，所以他就专门在吃这些小孩子的，所以叫做鬼子母啊，哦，佛陀知道这件事情，就用神通力来感化。哦，让他反而变成保护儿童的神，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鬼子母像，啊、哦，都变成怎样，在爱护这些儿童，啊、哦，透过佛陀的度化，啊、哦，这一转就不一样了，啊、哦，好，那这是王舍城，啊、哦，接下来呢就是奇树集孤独园。哦，王舍城在南方，对不对？奇树集孤独园在哪里？在北方，啊、哦，北方弘法的重镇，啊、哦，好，那这个奇园，
啊，这里有个奇数几孤独园哈、啊，那么在《杂奥含经》里面也讲到哈、啊，池流清净，林木上茂啊，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的奇园精舍也。啊，奇园精舍在北方，王舍城在南方，对不对？好，那舍卫城、舍卫国。啊、哦，舍卫国呢，也就是乔萨罗国的这个国都，啊、哦，那么这里有一位叫做波斯匿王。前面我们讲的是什么？南方的是什么？频婆沙罗王，跟欧舍世王。这边是波斯匿王跟什么？琉璃王，他的儿子是不是琉璃王啊？好、哦，那这里图国土丰饶，生活安和乐利啊、哦，那民生物资很丰富。所以呢，这里又称为叫做一切有，啊，那么这里除了有佛教圣地之外呢，就是须达多长者，啊，须达长者，还有一个止曼外道，啊，千指的这个止曼外道，啊，那奇数几孤独园其实就是由须达多长者有没有跟这个太子啊，他的这个奇数园。那么合起来，大家两个人一起捐，所以叫做奇数几孤独，几孤独就是须达多长者，哦，所以简称就叫做奇缘精舍。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佛陀宣讲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啊、哦，那么这个我们都非常熟，对不对？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数几孤独园，有没有？啊、哦，如是我闻，哈、哦，都是从这样子来开始的，啊、哦。好，那这里就是奇缘布施图，啊，也就是几孤独长者他想要买这个园子，啊，但是那个王子他舍不得卖，就出了难题，说你要把所有的你家里的黄金都拿来这里铺地，我要的价钱就是这样。他想说把他吓走，没想到他真的、哦，他就派了很多的人回家搬黄金，有没有？然后拿来这里铺地，你看这个。这里有一只牛拖着车子啊，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铺铺铺铺啊，那铺完了以后呢，王子就讲，哎，那这个奇树下面没铺到啊，那奇树是不是要砍掉啊？那砍掉就不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合起来一起捐啊，一起把它奉献给佛陀。但是在这里呢，找不到佛陀，看到的就是这个石窟舍利塔，代表佛陀的存在啊、哦，代表着佛陀的存在，啊、哦，好，那这是舍卫城的这个简单的啊、哦、的这个图，那这里呢就是有奇数几孤独园之外呢，就是有那个几孤独的长者他的家，还有那个千指大道啊、哦、的他的那个故居啊、哦，那这是奇缘精舍的一个略图。从这里进去啊，可以看到有好几个一摞一摞的哈、啊、的那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有他的寺院啊，有他的大殿啊，啊，也有他的说法的地方啊。好，那这是奇缘精舍的这个大门啊，我们从这里进去啊，这环境好得不得了啊，到每一个圣地啊都会觉得非常的清凉，但是出了圣地就不一样了，马上那个哦那个。啊，脏乱啊，繁杂啊，吵闹就出现了，但是一进去就非常的清凉啊，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摞一摞啊，一进一进的那个遗址啊，啊，比方有的是这个过去可能啊这里有僧寮啦，或者是做佛堂啊，做大殿的位置，啊，那这里是这个说法台，啊，说法台。哦，就在这说法台上哈、哦，好，那这个也都是他们的那个这个景，啊、哦，非常的清幽啊、哦，清净，啊、哦，而且这旁边这其实都是一些高僧大德的那个小的舍利塔，所以叫做塔林呢、啊，啊、哦，塔林。那波斯匿王他非常的胖，啊、哦，这个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惕啊。哦他说他非常的胖啊，所以他常常在流汗，啊，有一次就到佛陀这里来顶礼佛陀，哦，但是
退到一面的时候还在那边喘来喘去的啊，因为太实在太累了，啊，那这时候世尊就告诉波斯匿王说：“哇，你的身体怎么这么胖啊？”啊，大王就跟佛陀说：“啊，确实是这样啊，我实在是太胖了，啊，也因为呢这身体这么胖，所以我就非觉得，啊，也很惭愧，也很讨厌，啊，那所以呢，世尊就告诉他说啊，人当自细念啊，你一定要谨记在心哦，美食要知节量，呵呵，要少吃，还要多动啊。那世则呢，诸寿薄啊，啊，安消而保寿啊，一定要减肥的啊，才能够这个寿命长一点啊。那这个是波斯匿王啊，因为在社会城这个地方啊。”那这里呢，又有一棵叫做阿难菩提树，啊，是因为佛陀其实不是只有在这里，因为佛陀好几个精舍，对不对？每年都要到处去。那奇缘精舍这边，因为比较离佛陀的故乡比较近，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常在这里的，但是他难免是不在，啊，所以呢，这边的人就会想念佛陀。于是有一次，他们就跟阿难讲说：“哎，拜托你去问一下佛陀，哈。”请问佛陀，如果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想念佛陀？啊，那佛陀就讲，那么你就啊，就某一棵树好了，就这棵树，啊，你们想念佛陀的时候呢，就来这边在树下来思念吧。啊，一方面可以在树下呢来这个思维什么佛法，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叫做阿难菩提树。因为由阿难去请教佛陀，由佛陀来告诉阿难，阿难再来告诉大家说：“哦，你们就是可以在这个树，啊，在树下呢来思维佛法，来想念佛陀，啊，这叫做阿难菩提树。啊，那这里也都会有啊，它那个面积非常的广。那么佛陀等于是说法45年，有24个，哦，有24个结下安居是在这里，已经超过一半了，哦，超过一半，哦，所以呢，佛陀其实是最经常在这个地方的，哦，那这里这个也等于是叫做相识，哦，有这个的话呢，叫相识。所谓的相识就是叫做佛殿，哦，那在旁边呢也有一窟井，哦，这里的井水呢听说从佛陀时代以来都没有间断过，哦，所以我们大家就来这边排队啊，哦，这个感受一下佛陀时代就有的水啊，哦，那之后我们就在这边举行了一次皈依的仪式，好，哦，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结束了啊，哦，那在这边有一个皈依的仪式啊，也蛮殊胜的了哈，因为在平常如果不是有那两个国际的事件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在那里真的是都没什么人啊，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在这边啊随缘办了一次的这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啊，所以这个又恢复了那份平静啊。那听说佛陀是在这个地方说阿弥陀经啊，那其实呢这里的遗址哈，啊，不断的在扩大，所以的遗址有时候它要不断的去挖掘，去啊，越挖会越大，那个范围越大。没有挖，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说哦，这下面还有什么，啊，所以越挖就越大了，啊。那我们的红雨师姐在那边还是打太极拳的哈，啊。好，那在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因为有60外道，当时候他们也很反对须达多长者来供养佛陀这么大的一个奇缘精舍，啊，所以他们呢其实也很民主的，啊，就想说哦，我们来开一个公听会好了，看大家同意不同意佛陀在这边造精舍，啊，所以呢他们就分两边斗了6回合，啊，那外道呢就由劳度差做代表，啊，那这个佛陀这边呢就由舍利佛来做代表，啊，所以舍利佛他就出金刚力士啊，劳度差击碎了劳度差的这个茂盛的花果山啊，舍利佛那个劳度差呢就变了一只巨牛，那么舍利佛就用狮子王去把它吞噬了啊，劳度差又用他的这个七宝水池呢，那么舍利佛又变成一只6牙白象把它踏碎了
啊，老祖差又去口吐烟云的，化成一只口吐烟云的什么毒龙，那舍利佛就变成金翅鸟，就把毒龙吃掉了，啊，那最后呢，这个老祖差哈、啊，毗沙门王也束缚了老祖差的两个黄颅鬼啊，用咒把他这个把他封在那里。啊、哦，所以呢，那个老杜差他最后，舍利佛呢，最后用风把他的老杜差的花束全部都摧毁了。那这些其实都是在什么？就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要建设以前呢、啊，有这个过程。啊、哦，是因为他们反对嘛？那要经过这个考验，才有机会去设出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呢。啊、哦，所以这个呢，这个也是实力的拼搏啊，对不对？啊、哦，这个。那么由佛陀这边啊、哦，佛弟子呢胜过了什么外道，才有奇缘精舍啊、哦。那这个图像呢，其实在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边是劳度差，这边是那个舍利佛，两边就是在斗法啊、哦，就是斗的就是刚才六个的这个过程啊、哦，六个过程。好，那在这里呢，也有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及孤独长者的故居，啊、哦，就在旁边，啊、哦，就在旁边，所以我们也去参观，啊、哦，另外呢，就是央权摩罗，啊、哦，弥沙弥慈有没有？啊、哦，听说当时候宾中法师在大陆的时候，啊、哦，也为了这个央权摩罗哈、哦，为什么他弥沙弥慈啊？就是他越杀越慈悲，是因为当然有前面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哈。他这个是央权摩罗，叫做千指大道啊。因为他的老师呢骗他说，你如果杀了1000个人啊，所获得的功德让你能够得到，所以他就照着这样子做。杀到999的时候，连他的母亲第1000个他都想杀啊。那佛陀呢，这个时候看哎，他的这个得度因缘成熟了，就赶快去度他啊。所以佛陀出现的时候，他就不用杀他母亲，他就想杀佛陀，但是他一直追佛陀追不上啊，所以他就说你停啊，他说佛陀就说我没跑啊，是你的心在跑啊之类的呢。之后呢就度了他啊，就度了他啊，变成佛弟子。不过因为他杀那么多人，他是不是在过程当中常常被打被骂，然后用石头给他砍，这个都是必然的嘛哈、哦、他也一样都要怎样，要能够纳受啊啊、哦、所以他本来住在这里啊、哦、就是这个就叫央权摩罗的塔啊、哦、他遇到佛陀跟他最后入灭火化的地方，央权摩罗啊、哦、千指大道哦，这个住处啊、哦，那他这里有一个洞，啊，听说他也常常从这里就跑出来，然后经过的人他就把他杀掉，哎，啊、哦，所以很可怕的啊。但是呢，听说现在哎，只要通过他这里就可以消除业障，大家都去钻一下。好，那在舍卫城这个地方，啊、哦，也有一个叫做。佛陀升天说法之处，佛陀从这里升刀立天去为母说法，从僧伽师那边下来，这里是升天，那边是下来。僧伽师已经很远了，啊，有几百公里远，从这里上去的，啊，从这个地方上刀立天为母说法，啊，所以这里是佛陀升天说法之处，啊，佛陀升天说法之处，啊，好。那接下来是第七，所以呢，就从僧伽师这边下来，叫僧伽师，啊、哦，所以叫天上人间，有没有？啊，说这个《杂阿含》里面就讲哈、哦，汝等当勤学啊，于佛法甚重啊，当灭死尽路啊，如人钩条相，啊、哦，若能于此法。而无懈怠者啊，那么便当尽生死，无有苦缘本啊，
啊，这个也都在鼓励我们要很精进的啊，来调伏我们的什么这个痛苦跟烦恼啊，而且不要有所懈怠，那么都能够啊获得这个生死的解脱啊，能够获得生死之解脱。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佛陀啊，这个要涅槃以前，他是不是到僧伽师，从僧伽师这边下来啊，从刚才那里社会国那里升到天。升到哪里？倒立天去为母说法嘛，哈，为母说法。所以僧伽师呢，那么这个是他的名称由来哈，相传是有大树仙人哈，这个七神入定啊。当他这个从定中起来的时候，看到国王啊，有白女啊，有100个女儿在水中戏水，结果他就心哈起了念头，想要希望国王把他100个女儿都许配给他，结果国王只给他一个容貌长得比较普通的最小的女儿给他。仙人就怀怨啊，就用恶咒这99女一时夭弯了，所以这个地方又叫做取女城。所以我们说光是修禅定啊，悲心不足，智慧不够，那是不是害人，反而更是害人不浅呢？哦，他这个僧人，这个仙人啊，这个仙人就是只是入定而已啊，而且他是入定几千年呢，几万年呢，啊，确实起来还是起心动念，对不对？当人家不满他的愿，他还要把人家给陷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又叫做取女城，是因为这99个女儿就是一时弯腰啊，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做僧伽师。那么《大唐西域记》也说啊，也解释说，这也是啊佛陀为母说法之后重返人间的地方。那这里也算是啊，这个朝圣者最少的地方，因为离得最远啊，离得很远，在这上面还看不大出来，大概啊，从这个地方大概在这个中间已经快到德里的一半啊，等于社卫国跟德里之间啊，因为它很偏僻啊，很偏僻，所以呢到那里的人很少，非常的少啊。那佛陀从这个僧伽从天道回来哈，从这个刀立天回来呢，其实我们这里这个图很有意思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角，有没有？这里又一个角啊，那么就等于这就代表佛陀从天上回到人间呢啊，然后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完全没有看到佛陀。不过我们能不能想象佛陀在这里啊？是不是更有想象的空间啊？哦，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图像，哦，因为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前是没有佛像的，哦，好，那这就是僧伽师，那里也有一个阿育王石柱啊，哦，那这是像头，这个是柱头，像，啊，哦，那这是柱头，啊，哦，它的柱身已经没有了，啊，哦，就保存在这里面，啊，哦，那因为在这里呢，已经没有比较清楚的一个标志。所以只有那个阿育王石柱的柱头哈，还有就是这个菩提树，但是也被印度教徒给占据了啊，所以这里也算是比较北方的一个村落啊，朝圣的地方，这个朝圣者最少的，因为太遥远了，很偏僻，很不容易到啊，尤其呢除非要从德里出去啊，那顺道过去还可以，而且这里都还蛮没落的啊，那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啊，我们只能想象了哈，因为还好有个阿育王石柱，是不是有相当的证据啊？啊，那么我们只能想象说，这里可能曾经是一个巨大的佛塔啊，那这里会有一些堆积在这里的一些佛像的那个残余的，这里有看到佛的脚，有没有佛像的脚？也看不到佛像了啊，在这里这个巨大的树下。那么也有人在这边，啊，可能在这边说法吧，啊，那我们在朝圣的路途，这个算是最后一站，所以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回向，啊，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